传承不守旧，创新不忘本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葱香酥炸鱿鱼签。我们鱿鱼切好了，这个煮熟的葱剁碎，然后加入我们的脆姜粉，然后搅拌均匀。我们把鱿鱼给腌一下，放点味粉、鸡粉、少许的胡椒粉，抓均匀。鱿鱼到姜里面去，然后我们开来炸，均匀的裹上。炸至酥脆，给捞出来。锅里放少许油，加入小料头、辣椒干，炒出香味。撒入少许的椒盐粉，葱香味十足啊！